买这个东西。加油加油，手打热的看有没有好一点。我们靠最后一点来再回来，靠最后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是说咬住的话，都咬住啊，第一点输两分啊，再输三分，输三分啊，对啊，二十八米。要咬得紧紧，不要输太多，输太多应该还有机会。说明第三点就回来了。你看他们底线往前的球都捞得到，都是有练过的。我们挑球跳回去都挑不够高，对，要够深，而且我们习惯挑挑球，因为放很多，都起来很多沙，然后就直接平手就起拉他，要不然也是做秀，放下很久，要不然也撞到球，对啊，他不是搓球就给他，如果他撞小球，你马上就挑球给他，就给他这个回收，回收很高很高，这就是我们专业的，再往前投绝对不比你高的，不是不是搓就是搓。绝对不能取到，取到人家就准备要杀了我。他高肯定变了，很高，七十一万，放出去，你到半空场跟那个网红的环境就有距离感，对吧？你到了跳个底线了，百分之十五，这边还是有点多呀，发不好他球。我要误判一下，好，对。
油。是啊，让他们激烈的战斗。因为年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。
像我现在跟你说完了，就会进来。我做了没起床吗？干！那红米强的，我们今天是饭局。威震教练员在的时候，还有一个，那是威震教练员的三队啊，他的白旗啊，对啊，他们说是有三队啊，是啊，白旗啊，对啊，现在他们打的是什么队？最强，红队是最强。Thank you.
再怎么样，你拼命拼命是拼不过年轻人，你就算你的脚很粗。够高的。太棒了。